我是陈怡婷，我是江怡欣，我是薛琳，欢迎收看《现代启示录》。欢迎收看网络版《现代启示录》，我是怡婷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虎虎生风，虎气生财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的故事是位于五代十国的武将世家福家。这个福家非常的特别，他们出了三姐妹，而且这三姐妹通通都是皇后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啊，古代的女生当上皇后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，是无比的荣耀。这福家还一次就出了三个哎，那据说呢，这福家三姐妹其中一个还是在家之身哦。那另外福家的六小姐啊，据说她是最有野心的六小姐。那六小姐呢，跟赵匡胤建国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道河南的名菜叫做鲤鱼背面？那身为吃货啊，我当然有稍微做一下功课，上网查一下到底鲤鱼背面是什么。其实就是把面条有没有炸得金黄酥脆，接着再把它盖到鱼上面，就象征着黄袍加身。那为什么这个福家六小姐要研发这道菜呢？西元十世纪，中国处于五代十国的纷扰之中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各自擅长。就在这个时期，有个自晚唐兴起，历五代而不衰，存续到北宋末年的武将之家。这个家族姓福，出过三个皇后，而且是亲姐妹。讲到福家，得从三姐妹的祖父说起。后唐时期的福存审是一代将才，多次与后梁交战，并击破朱温，驱逐契丹，曾历经数百场战事，胜多败少。根据史料记载，福家的开创者福存审出身寒微，后来呢，因为依附了沙陀族的李克用，被收为义儿，赐姓李，统领义儿军，所以结识了很多的将领。在李存勖继位后，福存审呢，因为积功而获封藩汉总管，成为了最高的军事领袖，位极人臣。通常某人一旦被赐国姓，就会以国姓载入史册之中，但在欧阳修所撰写的《新五代史》里，他却是列传中唯一得以保留原本姓氏的人。由此可以看得出福家在五代史的兴盛跟重要性，印证了虎父无犬子这句老话。福存审的几个儿子也都骁勇善战，其中四子福彦卿更是出类拔萃，他在后唐、后晋都备受重用，到了后汉则被封为魏国公。由于福家是军事世家，不少武将都想跟福家沾亲，福家长女就嫁给了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之子李重勋。传说福家长女的公公李守贞很迷信，找算命先生隔着屏风替家中的妇女算命。当听到福家长女的声音时，算命先生大惊，此天下之母也。李守贞因此认为自己的儿子有皇帝命，所以坚定谋反的决心。但这场造反却被后汉将领郭威打败，李家父子兵败身亡。当郭家军大举冲入李府准备大开杀戒时，福家长女站了出来。霸气外露的19岁福家长女大声怒喝，我是魏国公福元帅的女儿，我的父帅和郭元帅是八拜之交，休得无礼。士兵一听，马上通知郭威，郭威深感佩服，收为义女接入家中，后与郭威的义子柴荣互生爱慕，便改嫁柴荣。但是说起来，福家长女跟柴荣都不是第一段婚姻，两个人之所以能共结连理，竟然跟后汉隐帝刘承佑太过残忍有关。正是功高震主惹的祸，就当郭威领兵在外征战时，家中出了变故。不止郭威的家人，连同柴荣的妻小都被刘承佑派人灭门。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将士们得知消息，开始群起鼓噪。请大将军打回开封做皇帝。这是史上第一起黄旗加身，据说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正是出计谋的人之一。就在公元951年，后汉灭国，国为称帝，国号周，史称后周。再过三年，国为病故，传位给义子柴荣。后周的开国君主郭威称帝后，因为他的亲生儿子都被后汉影帝给诛杀殆尽，所以呢就将义子柴荣立为继承人。后来郭威病重后，特别进封符彦卿做魏王天雄军节度使来防御契丹，以安排呢他辅佐柴荣顺利登基。柴荣在继位后就封了符氏为皇后，所以呢符皇后就成为了一国之母。柴荣当政时政治清明，被誉为一代明君。这时身为外戚的福家掌握军权，威望更胜从前，却没想到福皇后随御驾亲征时一病不起。后周世宗柴荣的大福皇后病重时，恳求柴荣接收二妹为妃，代替她照顾年幼的皇子柴宗训。柴荣恩准，数日后册封福二妹为贵妃。在大福皇后过世后，福贵妃成为姐夫柴荣的继室，接着被立为皇后，史上称她为小福皇后。一家子出了两个皇后，国丈福彦卿连走路都有风。而在历史剧中，争皇后大位不成的福家六妹，则是嫁给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为妻。原来继大福后过世后，皇帝柴荣也已经病重，他担心一旦驾崩会有臣子生反叛之心，因此索性指婚赵福两家，想让姻亲来辅佐年幼的皇太子。赵匡胤能够呢被破格拔擢为殿前都点检，其实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属于福氏的姻亲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赵匡胤当时的资历尚浅，对于后周政权不会产生立即的威胁。据传心性高傲的福家六女一直都有鸿鹄之志，把皇后大位当成终生目标。就在赵福两家结为连理后没多久，后周世宗柴荣驾崩了，年仅7岁的幼主登基，小福皇后就成了临朝听政的福太后。君临天下，国事纷扰，孤儿寡母面对藩镇割据，哪能想到一统天下的大业。眼看太后性格保守，有着雄心壮志的赵匡胤郁郁不得志。有野史记载，他在这时得知柴荣留有遗诏，内容是一旦发现赵匡胤谋反之兆，立即灭族。目前呢，其实没有任何的史料有记载到这道密诏，而且以当时的局势来看，世宗在病重的时候特别罢免了郭威的女婿张永德的军职，破格拔擢了资浅的赵匡胤。其实呢，可以知道世宗真正提防的人是张永德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武将篡位如同家常便饭，幼主柴宗训7岁即位，给了赵匡胤篡位的好机会，与是否有密诏的关系并不大。遗诏之说，也许只是赵匡胤为自己篡位所留的伏笔。不过当时福太后的确接到密报，赵匡胤有谋反之心，本想借助父亲的势力铲除赵匡胤，却没想到宦官王继恩阵前倒戈。据说收买王继恩的就是嫁入赵家的福柳小姐。不少史料记载，赵匡胤就是在这个时候半推半就地被披上黄袍，重演当初他为后周太祖郭威黄旗加身的戏码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从陈桥兵变的过程来看，这场的篡位行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首先呢，是先谎报契丹入侵，赵匡胤带着多数的禁军出城后，再黄袍加身回金逼宫，
很明显并不是因为遭到迫害所以才自保的行为。在历史剧中，鞠躬绝尾让赵匡胤下定决心的就是他的弟弟赵匡义以及福家六女儿。鲤鱼背面是开封里的一道名菜，那相传赵匡胤在陈桥兵变被永立为帝时，当时其实曾经犹豫不决，那后来吃了这道菜肴之后，因此下了决心，因为鲤鱼象征赵匡胤，那酥黄面丝比喻为黄袍加身，那这道菜传说是由厨师所做，那是不是像历史剧中说是福六小姐的杰作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名菜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连身为国丈的福彦卿都只能接受事实。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，福彦卿绝非永历赵匡胤的功臣，甚至不知道赵匡胤要谋反。如果福彦卿真要支持赵匡胤推翻自己的女儿政权，那还不如自己篡位。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只能被迫禅位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改了国号，成为大宋开国皇帝。他虽然废黜了柴宗训，但对小福后仍然礼遇有加，让他迁居西宫，而且还可以继续称周太后，也善待了福氏一族。后来柴宗训去世后，小福后出家修道，号称呢是玉清仙师，总计呢在宋朝生活了33年，可以说是得到了善终。说起来，赵匡胤篡位成功，少不了亲弟弟赵匡胤的运筹帷幄，兄弟俩的感情不言可喻。且不说赵光义自始至终都跟在哥哥身边打天下，就说策划并实施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赵光义也是功不可没。那这使得赵匡胤对自己的弟弟关怀备至，后来他当上皇帝了，还在赵光义生病之时亲自到府中探望，甚至还亲自煎药熬汤。我突然想到，二哥当了官家，小弟我就应该避讳名字了吧，我想过了，就叫光义吧，娘觉得如何？好啊，要依规矩才成方圆嘛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叫赵光义了啊。为了避讳，赵光义自愿改名为赵光义。开国之初，他对哥哥是无比的尊崇，但身为赵家媳妇的福家六女，是不是真的如历史剧中所演的有莫大的野心呢？剧中的福六小姐则是扮演一个煽风点火的角色，推着赵光义走向篡位之路，但过于低估了赵光义的心理状态。如果不是赵光义也有想篡位的念头，单纯的煽风点火会有用吗？福六小姐有没有枕边细语鼓动另一半，史料确实没有记载。至于赵光义什么时候动了谋求皇位的念头呢？史学家推测，有可能是赵匡胤在御驾亲征扬州李重进之乱后，积劳成疾，重用赵光义之后。赵匡胤为了培养赵光义的能力跟经验，还让他出任开封府尹加中书令，并封为晋王，而皇室宗亲担任开封府尹，基本上就等于是确立他继承人的地位。所以至少一开始，赵匡胤是想要把大宋的位置交给自己的弟弟。福家女儿一个已经过世，一个被逼宫，老六才正要崭露头角。他在大宋时期的地位，比起两个姐姐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实在后来啊，赵匡胤建国之后啊，他身边有一个人哦，对他非常的忠诚，忠心耿耿在旁边辅佐他，陪伴他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呢，就是他的弟弟赵光义。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一般皇帝啊都会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孩子嘛，为什么他是传给弟弟呢？这就是跟他们的母亲杜太后有很大的关系哦。当时啊，杜太后在过世之前就是下了一封遗诏，这遗诏非常有名，就是史书上面讲的叫做金贵之盟。那金贵之盟内容在讲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啊，避免皇帝有那种幼子继位的悲剧发生，所以希望呢，这个赵匡胤他过世之后可以把位置传给他的弟弟。
不过关于金匮之盟啊，其实后世史学家都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，因为很多人认为说，其实这金匮之盟啊，就是赵光义他后来当上皇帝之后请宰相伪造的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赵氏王朝的皇位继承问题，让一心想登后位的福六小姐蠢蠢欲动。第一步就是利用亲情压力，企图让夫婿先封王。国舅公果然说到做到，直奔亲姐姐杜太后的住处为赵光义进言。在杜太后心中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听了这一番话，自然不忘对赵匡胤耳提面命。而福六小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更试图说动自己的父亲，也就是五朝元老福彦卿当说客。即使是传嫡子为主，也并非没有传位给弟弟的案例，像是三国时期孙策临死将应寿传给弟弟孙权，司马师也曾经把自己大将军入尚书侍的应寿传给弟弟司马昭。那这两次传位给弟弟的情形，也使得赵光义接替哥哥的位置有所本，因而名正言顺。拗不过最疼爱的女儿的请求，福彦卿不但觐见太后，还有一套完美说辞。恕老臣死罪，如果我大宋江山要想稳定的话，那需要国赖长君呐。若周朝的继位者不是这雀孺小儿，岂有灭亡之力？那么大宋又焉能取周朝而代之呢？在历史中，福六小姐一心想要扶持丈夫赵光义当皇帝，不过在正史之中并无相关记载。那如果福六小姐真的想扶持丈夫而有大动作的话，很难瞒得过雄才大略的赵匡胤。大宋开国第二年，杜太后已然病重，赵匡胤跟赵光义的另一半都随侍在侧。据野史记载，当太后的健康每况愈下时，福六小姐下的功夫开始见效。杜太后临终前留下遗命，让父死子继的皇位变成兄终弟及。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告诉赵匡胤，你能得到天下是因为有后周的皇帝七岁即位，如果后周有年长的皇帝，你是无法得到天下。切记，在你死后要将皇位传给你的弟弟，由年长的皇帝来统治天下，才是社稷之福。杜太后的遗命让宰相赵普听得胆战心惊。娘娘，臣以为现将传位诏书密封起来，藏于金匮之中，由陛下看管，待即位之时再公书于世。娘娘，不知娘娘意下如何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匮之盟。金匮之盟呢，其实是史学家津津乐道的问题。有一派呢认为确有其事，有一派呢认为是赵光义称帝之后再请宰相赵普伪造的，来巩固他继承的正统。驾崩后，赵匡胤明显把赵光义当成接班人培养，不但封他为靖王，还让他担任开封府尹，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，在朝廷排位上位居百官之首，宰相之上。但赵光义渐渐掌握大权，以皇储自居，而赵匡胤则是常年征战，积劳成疾。陛下，赵匡胤一倒下，给了赵光义夫妇无比的希望。在历史剧中，福家六女念念不忘后位，但却没料到赵光义的病情好转，反而是他一病不起。就在他临终前，赵光义展示了收藏的一套龙袍与一套凤袍，
他将凤袍盖在妻子身上，许下承诺。福六小姐其实是赵光义第二个妻子，在丈夫取得皇位前的一年呢，就已经去世了。但是赵光义在登基之后，还是把两任的妻子尹氏、福氏追封为淑德皇后、懿德皇后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，赵光义呢，他把福氏列在尹氏之上，这引起了李治的争议。在策文里面呢，提到的原因是福氏呢，因为呢，对于晋王当时呢还在府邸的时候有内助之功，所以呢才会特别把他的地位提高。这可以证明，在福氏他还在世的时候，其实对赵光义称帝的过程可能呢是有实质帮助的。福氏生前在兄弟间难免进行挑拨行为，但史料记载，真正引起兄弟戏墙的是另一名女子。遥远历史中的一声呐喊，乘风岁月里的一段奇迹。艳名远播的花蕊夫人是后蜀国君孟昶最宠爱的妃子。当后蜀被灭，孟昶投降，只能带着花蕊夫人前往开封献宝求生。赵匡胤久慕花蕊夫人之名，要她现场作诗一首，当下为她的才气所倾倒。据说他为了得到花蕊夫人，毒死了孟昶，独自霸占了花蕊夫人。可怜的花蕊夫人还没有从亡国和亡夫的痛苦中走出，就变成了赵匡胤的贵妃。花蕊夫人才貌双全，据传赵光义也对她起了色心。根据《晋余录》上记载，赵光义对花蕊夫人垂涎已久，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之时，调戏花蕊夫人。花蕊夫人挣扎的声音惊醒了赵匡胤，那赵匡胤看了大怒，弟弟居然调戏自己的女人，拿起玉斧就往他身上砸，可惜力不从心，让赵光义夺了过去。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干脆杀了赵匡胤，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烛影斧身。赵匡胤兵天后，军政权力落在赵光义身上，他当仁不让，成为一国之君。无论是烛影斧身还是金贵之盟，历史上少不了对于赵光义弑兄夺位的骂名。不过撇开对他的历史评价，他追封已逝的福六小姐为皇后，更不忘善待福家，称得上是有情有义。赵光义当上了皇帝之后，福家第三代的福昭院首先获得破格拔擢，屡次得到统兵以及出征的机会。甚至呢，在赵光义北伐失败后，福昭院和他的弟弟福昭寿还陆续获得了提拔，出任知州。即使两人屡有不法的传言，但还是得到了赵光义的宽容。由此可见，赵光义对福氏家族是非常的礼遇。福家三个亲姐妹先后成了两朝皇后，要比尊荣，他们称第二，还真没人敢说第一。在宋太宗赵光胤夺得天下之后啊，其实按照杜太后的金贵之盟内容，他不是应该要把他的位置传给他的弟弟赵廷美吗？不过赵光义啊，他就是想把位置传给儿子，所以呢，他无所不用其极，他甚至抹黑他的弟弟赵廷美，说他是养子啊，然后甚至说他想要谋反等等的。那其实关于赵光义，他后来当上皇帝之后，他的得位正不正统、继位正统性，很多人呢众说纷纭，甚至民间还传言了一句话，说是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。哎，难道宋朝的这个皇帝之位百年之后又会回到太祖一脉吗？宋太宗赵光义封了赵匡胤的儿子为王，断了他登上皇位的念头。但谁料得到，宋朝的皇位最后还是回到太祖一脉呢？赵光义能登上皇位，跟杜太后留下的金贵之盟有关，但依照遗诏内容，赵光义的下一任继位者应该是弟弟赵廷美，不料赵光义根本没有传位意愿。
在金贵之盟中，赵光义的继位者应该是三弟赵廷美。没想到赵光义为了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，竟然修改皇族名录，说赵廷美是养子，并非皇族，还诬陷他谋反，让赵廷美不得已流亡，途中病死。虽然去掉了一个继位人选，但赵匡胤还有儿子赵德昭及赵德芳在世，他们也是挡路的大石头。西元979年，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幽州，命赵德昭随行。某天夜里，赵光义疑似被敌军掳走，士兵遍寻他不着。由于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因此军中有人提议立赵德昭为帝。没想到正当此时，赵光义现身了，从此对赵德昭冷嘲热讽，逼得赵德昭自裁，赵德芳也不明不白的死亡。后世史家怀疑有可能是赵光义下的毒手。赵光义的做法也并没有得到太子，也就是他大儿子的认同，所以这个大儿子为了表示反对，还装疯焚烧宫殿来抗议。赵光义因此不得已改立二儿子为太子，没想到二儿子也在一次家庭纠纷之中被小妾所杀，最后只能让小儿子继位，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。铲除了威胁，宋朝皇位自然是父死子继，但赵光义做梦也没想到，100多年后，来自北方的女真族攻陷了开封府。这场灾祸史称靖康之难，宋朝被要求交付500万两黄金以及5000万两白银。由于朝廷无力筹措，宋钦宗居然画押同意，以后妃及公主贵女等作为抵押赔款。这些金枝玉叶被明码标价，从100两到1000两不等。后人统计，这些妇女人数多达11635人。北虏途中有将近50%的人死亡，能幸存到达金国的也只能为奴为娼。而被虏的皇帝父子宋徽宗与宋钦宗也不可能再过富贵生活。两个皇帝被关入养猪的窝棚，吃不好更睡不好。据传宋钦宗沦为女真贵族的陪玩者，最后死在马球游戏中。而汉族中的有志之士，则是将首都南迁到南京应天府，由宋徽宗的第九子登基，史称宋高宗。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代皇帝，曾获封为康王。在父亲及兄长相继被俘虏后，他原本想招兵勤王，但被属下劝阻，形成偏安局面。只是宋高宗虽然贵为天子，最大的问题却是没有后代。加上民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，就是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。根据野史记载，南宋高宗因为被金国追击，吓到没有办法再生下小孩，所以呢，宋太祖特别托梦给他说：“汝主自设谋，据我未久，至于天下寥落，是当还我位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自从你的祖先赵光义夺位，又逼死我的两个儿子，才导致今天天下寥落的局面，这是时候还给我的子孙了吧。如果宋高宗想在皇位上坐得稳，他就得考虑北方的金人随时可用徽钦二帝的后代成立伪政权，可能会挑战他的合法性。高宗因而去思考，需传位给太宗或是太祖的后代，但若传位给太祖的后代，则更能稳固宋朝政权的合法性。最后传位给赵匡胤的七世孙，就是宋孝宗。宋朝在太宗一朝统治186年后，再回到太祖赵匡胤一脉。赵氏王朝的皇位争夺尘埃落定，一直到被元朝取代为止。而这场宋太宗夺位、宋高宗还位的戏码，
也留给后世无限的传说与想象空间。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啊，我们今天听的故事包括像是五代十国的福家，还有宋朝的赵家，其实他们两家都是身处在乱世之中，不过两大家族呢同样都有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那各位网友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记得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那过年的时候有事没事都要帮我们打开 Podcast 来听一下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